好像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博石，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AJ， 更新呢，就正好是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新的项目，帮一个金融公司拍一个小广告，然后从前期到后期完成，前期准备到后期完成，大概三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呢，然后这个项目我主要是负责拍摄，然后前期基本都是 AJ 和阿布完成的，所以我们。让 AJ 稍微说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来说。好，哎，大家好，我是 AJ。那个，我们现在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工作流呢，我们稍微做了一个优化，所以说现在每个客人来找我们之后，我们在做创意内容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一个 video 的脚本给做好，一般脚本都是，就是定格的嘛，都是画出来的，我们会把 video 的脚本做出来。也就是说同时我们可以跟客户确认的图除了创意之外还有镜头还有风格还有音乐甚至包括音效甚至配音通通都确认好了之后那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之内做最有效率的事情我们那当天6.5小时拍了有5个场景28个 shot 拍了特别多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手上他都有一份这个 video 他知道这一镜头需要几秒然后他也知道这个镜头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拍它，那出来的东西就会特别快。对，所以说我们前期的这个脚本的剧本，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前期计划好了之后呢，后期拍的画面基本和那个是差不多的。现在看一眼。Trading demands more than ambition.Transparency, trust, and freedom at its core. New Zealand, a premier trading destination,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spreads from 0 pips, leverage up to 500-1. A global brand, powerful technologies, endless opportunities.With over a decade of excellence, Rock Global stands as a pillar in New Zealand's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is uncertain world, you will find one constant. Rock Global. A new dawn in online trading.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视频剧本，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把它画出来之后呢，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动效，这样的话在拍摄的时候给甲方啊或者给演员看的时候就更直观，因为我们这次拍摄的主演也不是专业演员，他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CEO， 所以给他看到他可能会更好的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脚本。然后下面给大家放一下呢，就是我们拍摄时候的花絮，然后花絮再结合就是我们最终的成品略加一点调色，然后这个再给大家稍微放一下。Trading demands more than ambition. Transparency, trust, and freedom
at its core. New Zealand, a premier trading destination,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spreads from zero pips, leverage up to 500 to 1. A global brand, powerful technologies, endless opportunities. With over a decade of excellence, Rock Global stands as a pillar in New Zealand's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is uncertain world, you will find one constant. Rock Global. A new dawn in online trading.这一次呢，然后我们其实有很，你刚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很多场景其实是绿幕啊或者是特效做的，然后我们绿幕的拍摄当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所有的视频特效全是 AJ 做的，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交给 AJ 来，你稍微讲一讲你的特效。对，特效方面，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做特效嘛，那每一个特效其实这次好的地方是在，就是还是在说我们的工作流，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要拍什么东西，那我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想跟策划我们所有特效的拍摄场景，包括在哪里拍，怎么打光，或者是架不架绿幕。实际上一开始电梯那一幕我们是没有打算架绿幕的，最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它后面玻璃上有那个大 logo 我们没有办法去掉，所以最后还是我们把绿幕带上了，最后还是用上了。那打光什么的其实都做得特别好。其实在现场的话，很多时候你必须是要临机应变，所以做特效这一块就是比较考验人，就是这样的。但这一次就是反正我们通通都策划得很好，然后也做起来特别快，绿幕一打啪啪拍完完事，也对，就是很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本来其实我们那个绿幕本来就是都要放弃在棚里重新拍的，但是后来不是在户外架的绿幕嘛，然后又重新拍了一遍，还最后还算成功。对，其他的后期呢？其他后期好像也没有什么，没什么，这次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反正 AJ 做的那些 logo 啊，然后电梯啊、反光啊，包括车窗那些反光都是后期加上去的，我们没有把车真的开到路上去实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然后我们现在就再放一遍成品给大家，然后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非常感谢，那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Trading demands more than ambition. Transparency, trust and freedom at its coreNew Zealand, a premier trading destination,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spreads from zero pips, leverage up to 500 to 1. A global brand, powerful technologies, endless opportunities. With over a decade of excellence, Rock Global stands as a pillar.In New Zealand's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is uncertain world, you will find one constant. Rock Global. A new dawn in online trading.